1798年，88岁的乾隆娶了13岁的瑾妃。侍寝室，瑾妃从寝被中望向这个比自己爷爷还要年长的老者，心里是五味杂陈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流。按理说，这个年纪的乾隆应该是力不从心了，干嘛还往后宫纳新人呢？这位13岁的瑾妃呀，还真不是乾隆选的，而是嘉庆皇帝为了巴结乾隆老爹，专门为他挑选的。本来这次选秀是为了刚刚登基的嘉庆皇帝选妃准备的，这位13岁的富察氏野心勃勃，家族从小就对他寄予厚望，将他培养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显赫的家世再加上脱俗的长相，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。当天富察氏听到刘自己牌子时，他心里乐开了花，虽然心中早已是小鹿乱蹦，但是多年来的教养不允许此刻的他有半点差。